你真的了解炸弹仔吗？啊，小伙伴们，众所周知，在弹仔岛我们有四个技能，有一个技能最恐怖。Oh my god！ 就是会把我们变成一个炸弹仔。我们点击炸弹仔，我们会变成一个黑色的炸弹，离我们近的玩家都会被我们变的炸弹直接炸飞。但是啊，大家都发现了，我们使用炸弹仔，我们只有3秒的时间。我们头上面有倒计时，当倒计时从3变成1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直接爆炸。Yes！ 小伙伴们，众所周知，炸弹仔的样子非常非常非常的帅，但是到时间就会爆炸。有人说所有的炸弹到时间都会爆炸。伙伴们，如果你的炸弹仔也会爆炸，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发出来，让大家看看有多少人的炸弹仔会爆炸啊。对了，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，我设置了只有弹仔大神才可以关注我，不信试试看。对了，并不是所有的炸弹仔都会爆炸的。小伙伴们，今天我在弹仔岛玩耍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炸弹仔。Oh my god！ 你们看，他并不会爆炸，一直在弹仔岛玩呀玩呀玩，并且他还可以使用表情来嘲讽大家。本来我以为官方把炸弹仔做成皮肤给我们上架了。我在游戏中打开了商城呀，我找呀找呀找，找了9天9夜，我发现没有炸弹仔。这个皮肤呀，真的没有炸弹仔。最新的皮肤是一个叫流浪小象多多的皮肤，并不是炸弹仔啊。那么伙伴们，这个炸弹仔它就永远不会爆炸。所以啊，弹仔中真的有的炸弹仔不会爆炸呀。